5月15号，白学刚继个人全新第3张视觉概念专辑《耳盲摇滚全腔调》发布之后，带着这张由世界顶尖制作团队共同打造的杰作，正式开启全中国公路巡演，在北京首唱。观众陆续进场到活动区域内参与想象作画，自由即兴的创作，将白色的面具随心肆意涂抹不同颜色，此方式抒发内心的压力和烦躁。为什么在进场前让大家画了面具，你们知道吗？现在的生活太快，我们的一生也太快太短，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自己想要做什么，或者自己要做什么，该做什么的时候，那段最努力的日子已经过了，最美好的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今晚能把你们的耳朵和身体都交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歌，好吗？无恙、燃、三季，每一首都能引发全场大合唱，情绪高涨到停不下来。想要死在你芒果糖新闻，跟着小白一起捂住耳朵，听内心的声音吧。报道。